What's good, everybody? 欢迎收听由 Arctic Music 八度音床跟 J Wing Brave Crew 联名播出的 Just Chill。Chill 一点，妈，你连我们名字都忘记，我差点忘记我名字。我们的节目名称，我是 PC Hawk， 我是薛恩爽 ，What's up？ 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先讲天气不好。你刚刚来有没有淋到雨？有淋雨来的，真的假的？因为你睡得很晚。对，我睡过头，但那不是重点哦，不是重点。今天来了一个大来宾。大来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真的是大来宾吗？就是我觉得比刚刚我们录的第一集那两个就好，前两个就有点鸟。但是没有，开玩笑。而且第一集那两个来宾还没走，还没走，旁边听的。对，在旁边听嘛，讲什么？对，说鸟还是老板？对，我觉得我们要介绍，我觉得我先来，因为我就是认真讲。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所以我刚看了一下，我念，对，我来不知道来，我觉得这才好，因为我刚问他，他说你等一下就节目讲，我看你念的对不对，哪有这么的嚣张的来宾叫我节目讲？我现在看 ，H O S E A， 没错，拼是这样，H O Hosea。Hosea， 这是 Hosea， 是念 Hosea 啊。就是因为它不是英文，所以其实你的发音没有错，只是它不是英文的念法。虽然是念 Hosea， 它是念 Hosea， Hosea， 对，有一个雅这样。对 ，Hosea 就是三个音节这样。啊，为什么要取这么难的名字？那是我的本名啊，我的本名。你的本名就是我的名字，就是那个。然后当初就想说，因为那时候我发歌是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要做一个报告，我可以这样可以讲嘛，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开始做歌，对啊，我刚刚想到为什么你突然开始讲，我想我都还没问你就讲，蛮好的，好俏哦，今天不用我们，你可以讲，我觉得蛮好的，欢迎来到 Hosea 的节目，可以，好俏，可以，蛮好，我刚好是想问，没有，就是我当初会开始做音乐是因为学校有一个报告。然后那个报告是没有题目，就是你想要做什么都可以。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班，因为我那时候在学 DJ，就是我原本是学国外还是国内啊？是国际学校。国际学校在台湾的，在台湾国际学校。哦、OK， 就是那个报告没有主题，但是就是你就是要花一整个学期做完那个报告，然后放假前就是有个成果发表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在学 DJ， 我想说好，那我来做一首歌好了。然后我想说用那个 EDM 的方式，因为那时候 EDM 很红，然后我就想说做一首歌，然后做那首歌呢，就发现说有点无聊，我来唱一下好了，结果我就想說我写词，然后写一写，发现说不对，歌词好像太多了，就是我塞太多词进去了，然后就想说改一下鼓好了，然后不小心就变成 hip hop，就是这么不小心，就是很就是有点不太听起来好欠揍，就是没有真的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做我的第一首歌，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听的音乐的风格很多，很广，可能是不小心，就是又是不小心，什么都不小心，就是做一个这样。你今天来这边是也不小心，就是不小心就刚刚走上，哎，有在录哎，哎呀，还介绍 rapper， 介绍一些创作者进来吧，这样。哎，不小心进到对，就直接走进来，然后他们就不小心 cue 我上来。OK， 对，什么鬼？所以啊，你继续说，然后我想，因为这首歌就是最后要发在 YouTube 上，然后我就想，你说你做的那第一首歌，对，我就想就要放在 YouTube 上，然后我想说，我要想一个很帅的艺名。然后我原本想的艺名叫做哦，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个事情，这是第一次，今天第一次，我原本有想一个艺名叫做 Entry Future， 然后 Entry Future 就是，然后我原本为什么要想，我原本是想要 Enter， 然后不是 Entry 嘛 ，N R I， 然后我想说 I 是把它空出来，你们英文对着它念，对我这个英文，我刚刚就想说什么 Enter Queer。我其实没有想要学，都是个年纪。勤能补拙。好 ，OK， 你对着他讲的，就是英文要叫 Entry Future， 然后是 Enter I， 然后 Future 这样子。然后其实如果集思广益来讲的话，就是进到我的未来那种感觉。我原本是想要这样写这個，可是我后来发现说，你有想过如果比如说以后我有去什么秀，然后结果主持人要介绍的时候，欢迎 Entry Future， 感觉超长的，我想要念起来好不爽。你怎么想那么广？你不是说你那首歌是不小心弄出来，對啊、不小心上来，而且开始想艺名，对啊，我觉得应该就是很有点，我这样听会有点完美主义，可能就是啊，原本把事情做好，原本只是一个功课，就觉得、不行，这边不好，这边不好，然后一个一个越来越好，越好是吗？你是这样，越想越对，我是有点强迫症，真的是这样，很强迫症。OK， 对，像我现在，像我裤袜子现在露出来，我就非常不爽，我刚刚就一直拉，真的假的啦？我需要这样盖住。
好夸张啊！你这个露出来，为什么你不剪掉？哦，因为这是设计。哦，设计啊！糟糕没？糟糕没？讲一堆干话，他一直他就说袜子一定要拉到这。啊，我的衣服你刚刚剪掉还破洞，你看没剪好，剪到那边。舒服啊！好舒服，舒服个屁！所以我刚刚在听，我就发现应该蛮年轻，因为他说他那时候很红的是 EDM， 但对我来说，我红的 EDM 的时候已经到了，不是，是我他说他是学校啊。EDM 是这几年红的，对啊，所以你现在几岁？我十九，才十九。啊，我十九，我刚十九。你搞屁！你也才二二，在那边搞得好像很远一样。是啊，这哎，十九跟二二现在就差很远了。啊，三年你可以做多少？十九跟二五差多远？六年，六年这样怪怪的。对啊，所以刚你知道吗？还是你觉得更老？刚不小心知道了。啊？为什么？啊，没事。哦，什么什么东又不小心知道了？不小心，不小心知道了，靠，还是这种事。对啊，所以你说那时候是高中，那时候是十年级，哦，因为是国际学校，不是这样算的。高一，高一，哎，我那顺便问一下，国际学校它是怎么算年级？有几年级？我蛮想知道啊，什么意思？就你刚十年级啊，十年到十二年，十二年级，十二年级毕业就是变什么？一样是高中，就一样高三三年毕业这样子。对啊，就是小学那么细啊，小学六年，六年，高中三年。啊，你们全部加在一起啊？对，就小学六年，然后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啊，都同一个环境，同一个学校。对啊，还蛮酷的。但小学部是分。像你们女朋友不是都差不多那几个，一直没换，因为都生活在同一圈啊。啊，我教你的，你教我的，啊，你教他的，你再教他的，没有，因为一群表兄弟。没有，其实我是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才去开始有一些社交。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还发现说，因为你知道国际学校通常，比如说你原本是国际学校，然后你转学，你也会转到另外一所国际学校，或是私立高中这种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聚会上就发现说，哎，啊你怎么也在这？啊你怎么也在这？就是大家都认识，对，就大家都认识那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蛮扯，就是哎怎么又是你？哎你去哪里？尿尿也是你？就是就发现说，原来我身边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在什么讲话的朋友，然后发现朋友超多，然后每个聚会都会看到他，就那种感觉。哦，酷，蛮酷的。那怎样才可以进入？哈？怎样才可以读？对啊，爸妈一定要外国人，还是说什么直系血亲啊？还是说有钱？应该说，如果你以后就是你已经想好你要去国外读书的话，就可以。因为如果你读国际学校，结果你留在台湾读大学，没用。这样其实因为通常国际学校就是。私立的嘛，对啊，那费用学费一定很比较高。那如果你这样子，然后你去读台湾大学也不太合理，就浪费。然后再来是说，国际学校的课纲跟一般的公立的会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才读那个国际学校，就是分部啊部别。就其实我国中的时候我是读就是一般的台湾的那个一般的学校，就应该说一般。台湾的科纲应该这样讲，还是那个国际学校，只是我是读台湾。还分那么细，在里面还可以这样分，就是分升学部跟国际部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在读台湾科纲的时候，数学有够难，我根本什么都看不懂。然后发现说，那个时候我八年级学数学，我转到国际学校之后，我十年级读的东西比我八年级还简单。就代表说，就是两边的科纲就是不一样，而且落差。对啊，但是国际学校的就是。知识量会比较大，真的有差，很差，就是对，不是很差，应该说差别很大，对，差别很大。OK， 对吧？不错哎，这样我就对国际学校多了解。今天谢谢你来，没有，我们节目就差不多，那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录一集，一个是国际学校，一个是讲音乐，这样就一集。那我们重新欢迎来到秋一点，我是 PC Hawk， 我是学校。OK， 今天聊你们的音乐，超高分。上一集讲你的国际学校嘛，对对对，要全新的音乐，对啊。那我觉得刚刚认真了，刚刚有认真访谈中。我觉得你比较像二十五岁，我像十九岁。对，他讲话好老练，好讨厌。啊，但我就是就是这样，然后手一抖，我而且真的还蛮长舌的。对啊，对啊，一直讲，但是他会说服人家听，有些人听久了觉得好吵，他是会让你觉得他认真在分享。就很成熟。对啊，那你说你做的第一首歌，那首歌叫什么？你刚刚没有说。不想讲，那我刚做的太烂，现在回去听超可怕。那你我觉得你今天跨越那一坎，你就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讲吗？如果我现在想要认真去搜，对，我觉得你可以搜不到，因为我把它设 private。对啊，那搜不到就可以啊，你可以说出来。哦，那首歌叫《望春风》或是《望春风》，还有《望春风》或是没有啊，《望春风》《望春风》，我觉得蛮屌的啊。没有，那首歌，因为那首歌我在写台湾的历史。
喂，那听起来蛮屌的，很会想听呢，会想听呢。可能哪一天如果把它做好一点，做重新上架，我可能会想说我要重新制作。对啊，就做好一点，因为那是我哦，可以这個、可以讲，反正就是、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进录音室，嗯，然后我那首歌比较尴尬的是说我在讲台湾历史，但我不太知道我要用什么样的痛调去唱那首歌，嗯，就那时候我进录音室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是要比较凶悍嘛，就是你要你想要唱出你让你愤怒的感觉、嗯，还是你想要很 chill rap 那种感觉？嗯、因为那首歌的编曲还是 EDM。嗯，因为我有就用，因为你就是不小心的嘛。对对对，我只是改鼓，然后但它也是有 drop，、嗯、所以我觉得整首歌，因为我把它锁起来，原因是因为跟我现在的作品的落差太大了。然后再来是说，我觉得嗯，我觉得比较敏感一点，就是歌词方面比较敏感一点，所以对政治或历史，对，就是、哦、对会比较敏感一点。可是真的想听诶，被你这样介绍，我讲完之后，我就直接把那部影片放出来。你说等一下吗？当然不会，不会，这不会发，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哦，其实我是蛮想放，期待。对啊，期待。那不然知道你上节目，我们私下给我们。没有，没有，我们先做一个约定，先做一个约定。下次如果你要在我们节目，你就一定要把它做好。那这样可以吗？给你一个期许啊。这支影片十万，十万点阅，十万，十万点阅，我又传给杰威。老板现想到三小啊，对 对, 對，没有就两个字，三小，十万，三千都有困难，来十万，不要不要，我们要想远一点，想远一点，好了，就十万，好吧，你给我期许，我没给你期许，十万，所以我们应该这辈子不会再见到，对啊，谢谢你，这最后一次啊，对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吧，对啊，其实不错，忘，其实真的我觉得都很有想法，他虽然他都说不小心，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潜意识在，我觉得一定有，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对啊，你尿尿到一半，你说喝两句，你不会想把它做成歌啊？对，一定是你有一个潜意识，我想做歌、嗯，你才有这个启发。就从一个简单的作业就可以看出、嗯。你是从哪时候开始觉得你喜欢音乐？哦，我本来是，因为我在做音乐之前，其实我是画画，就我本身是画画、哦，都是艺术类的，就艺术艺术类。那你有没有试过把眼睛放在艺术馆里面，有人去拍照？啊，那是什么？我那第一集有讲过，你去看我们的第一集，不跟他讲，现在回去看，你继续说，你继续画画。然后，反正我那时候是画画，然后我画画，因为我是画油画，嗯，然后我画画的时候，我很喜欢听，就是听音乐。我从以前，我小时候就爱听音乐，嗯，然后车上的时候，我爸就会放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因为刚刚讲我都听很多不同风格的，嗯，然后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听很多，然后我听最多，我第一个接触的风格是 rock。嗯，所以你们刚刚讲 Linkin Park 的时候，我有感觉。对啊，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听 Linkin Park，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说 Linkin Park 其实还有一个分支叫做 Fort Minor。对，我知道。对 对, 對，就是他那个 Mike 出来的、那個。你不知道吧？像我 Linkin Park 迷耶，因为以前变形金刚很红、啊。对，然后他们那个团体有一个很有名的歌叫 Remember the Name。嗯，对。对，就是用小提琴去用的。嗯、然后我那时候觉得那个编曲超酷，然后、嗯、真的很屌。然后我就是一直去听他们的歌，然后才发现说就是。哎、欸，这好像是摇滚，但是他们的摇滚的方式有饶舌，对，就是我那时候还没有饶舌的概念，就是我还没有饶舌的概念，只是因为那是小时候，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他好像他怎么唱那么快，嗯、然后 对，然后再来是说我还听就是杰伦哥，就是周杰伦、嗯，他们的那个他以前的就是比较叶惠美那个专辑里面的，嗯、我也听很多，然后还发现说很久叶惠美，你几岁？19，不是啦，我说那张专辑专辑。对啊，会不会你还没出生？没有，怎么可能？没有，我已经出生。他那个是2001还2003的、然后我小时候听，那已经出了。对，还记得，那一定真的有认真在听。都会认真在听，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唱那种风格的很少。然后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去 YouTube 搜一些比较屌的、嗯，因为旁边不是有 recommend 的那个、嗯，然后就查很多。然后因为一开始听 Linkin Park， 然后后面就听到比如说什么 Tupac 那些，然后我就开始。所以你跟杰伦哥很熟，就对，也没有啊，因为我上一集有人讲微博歌啊，我只要听到谁讲什么歌，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谁啊呢，很熟。如果他很熟，你要帮我跟他讲，我觉得他真的很屌，因为我知道业界有一个小秘密，我觉得大家不认识我，我可以讲，因为我之前有说过我是做编曲，那个学编曲，我高中是艺校，那么请一个讲师来，然后我就不讲是谁，不能讲，这就不能讲。他说他帮周杰伦做编曲。嗯，然后他们那时候他是很生气，他觉得说你这个搞屁呀、啊，就怎么应该说我们比如说弹吉他，我们有一个就是你怎么弹差不多是这样嘛，嗯，
你不能一下这边这样，你会搞坏那个乐手的手啊，或怎么样，反正就那编曲的不合理。但是人，然后原本我说的那个老师他就是不能接受，所以他们就有点应该是吵，就是那个老师讲的，我也不可能求证，然后不认识谁，所以他是讲是这样，然后他说他就闹翻，然后闹翻之后，就是那首歌就大红，是哦，对，然后反正就是杰伦哥他都会做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才会红。我觉得这就是我听完，我瞬间觉得，哎，干他超屌，对啊，因为你对他有他的想法，他就想去执行啊。但是老一辈的会觉得说，我们要循规蹈矩，这样在他的那个料理，难怪我们的音乐其实已经我觉得停滞很久了，停滞真的很久，是到最近几年我们接收国外 YouTube 出现什么出现，我们才有比较多的选择可以听。对啊，对啊，就是题外话啦。对啊，那你有没有这一次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我们介绍？对啊。新歌，新歌吗？嗯，岔路就是我我生日，我12月23那天发，然后那个是我生日，那天是我生日，然后那首算是我自己给我的生日礼物，很好。就我自己给我，因为主题是这个主题比较复杂，就是你有听过吗？我有听过，就是你们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首歌的第一段 verse， 跟第二段 verse 好像是错开的，就是两段 verse 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其实那是故意的，因为这首歌要插，我可以这样想啊，就是 A 跟 B，就其实这首歌是两段不同东西的，没有 verse 1的那个人在跟 verse 2的人对话，就其实它是一个对话的歌，所以才有岔路的感觉，就是自己的内心戏。我有想过啊，我听就是顺顺的听，我没有刻意就是去这么细。对，因为其实有很多，就是我出了这首歌之后，有很多我的粉丝就问我说，你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或者是什么吗？因为我通常我写歌，因为我比较注重的是歌词，对，我比较注重歌词，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你要给 audience 的讯息是什么很重要，然后所以我在歌词的时候我一定会特别去钻研，就是我不能是它是片段式，我想要是它连起来像一首诗的感觉。哇，欸，真的每个人创作者想法的不同，哦，像上一集的 J-Win 他就是故事去带入，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抄袭阿神没有了，他就做他想做的事情chill一点，但他是钻研歌词，然后想要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对不对？你是想要让他不同的变化。我想要让他是看起来就是，我想要就是观众看到之后，他们会去想说有没有什么含义。对，因为我是觉得，哦，不知道这个可以讲，反正我不管，我就要讲。好，讲。然后就是我是觉得，很多人在不要讲听音乐好，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缺少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有没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像怎么样？就是比如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你会不会想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动机啊？对啊，就是说他们缺少问题意识的东西。因为我前几天还跟我制作人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反正就是你要做这事情之前，你一定有一个什么为什么吧？就是你不会很盲目去做一件事情。对啊，对啊。所以我希望别人就是有人听到我的歌的时候，他们会想说为什么这个是这样子写？我是希望说就是我的 audience 听到我的歌的时候，他们会去想说我为什么会写这个？像。好，我就讲岔路的歌词好了，好。像我的第一段歌词呢，我写到你讲的 starts with the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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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就是一定会有 boom，就是第一集讲，对，他已经在旁边默默中枪，妈的，我要写。然后It starts with the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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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接着突破重围，重入赛道，我就是你的 doom， 那是我响亮的代号。就是其实这地方就在讲说。好像帝王降临那种感觉，就是我第一段，我想要把我塑到，我想把我自己，对，我觉得我第一段就在写的东西，就是我就是很屌那种感觉。对，刚你这样唱，我也觉得蛮屌的。对，而且你活在你的沉浸，我他妈就屌。对，你也没听我，因为其实我很少写这种东西，所以我特别去想一下，要怎么样写才能显示出我一个自视甚高的感觉。然后这也是我想要营造出的，就是我刚刚讲那个 A 的那个形象。OK。对，然后。就是其实 A 的那段歌词差不多就是写这样子。好啊。然后我的副歌呢，就是我的 I'm bad motherfucker last true yeah， let me show you what I'm gonna bend through yeah。然后中间有一个 breakdown 是说 it is true yeah， solitude yeah， 就是说是对的，就是我很孤独这样子。然后 it is true solitude that always popping on my mind， it is true it is you that always popping on the mind， 就是 it is you 那个 you 呢是在讲 B， 就是 B 这个人，就是说。我知道我很屌啊，但是有一个声音总是告诉我是孤独的，对，所以这个时候 B 就进来了，
然后还有我的第一段就是 B 的那段 verse 2就在讲说，有些人采取行动，有些人在背后慢慢的看着，嗯，那刹那内心中说出真话的却没有半个。哇，就是说，就是 B 的想要给 A 的比较像是一个谏言，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去当那个醉屌或是怎样的，就是所以才说有些人采取行动，有些人在背后慢慢的看着，嗯，然后说那刹那凝重说出真话却没有半个，嗯，然后说就是说你真的很屌吗？你为什么觉得你很屌？你是真的屌，还是你只是去刻意的去模仿别人或是怎么样，嗯，才会想要让你自己是塑造成一个屌的形象？你的歌哈很呛的感觉，我觉得蛮没有啦，不错啦，还好，嗯，对啊，就是你就告诉别人，你前面先屌，然后后面诉说，后面去整个反转回来，对啊，就类似。先听一下，要不要？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个两个 part， 然后看看到底多猛。Yeah， 前女友发东西给我。就是你的 doom， 那是我限量的代号。那白刀是长剑 ，We must fight together。我们拔起了长剑，摆着门难选择的枪柄。我就是自己的 enemy， 那边依旧幻想那 fantasy， 在那苟且过的精致里，坐着只有我能经得起考验。They call me loud yeah， Welcome to my world yeah， 闭上我们已经登天 ，So we start from the bottom and we all the way to top。新时代的那力量，连要主流的文化，曾经苍凉用我那独属一格的神话。自杀众人齐齐握起胜利的门把，在你背后伏天不屈的技法，神奇的密码，纯洁的地爪，人类的戏码，分界的壁画，随便全都准备放远，看不到的位置，可是 I'm the bad man。说对的真话就没有半个，我的音的舍利我将会不断的不断的贯彻，即便曙光舍利终究是个患者，我生来就是看客，他们属于后者，他们除了探者一袖子开始如此皱褶，我还是过着不管过着接触不是马里伟大的接受挫折，告诉我这才能更光鲜亮丽，色的风波忘记这边就不抗拒，曾经壮丽定了创意将被共享占据的残局，不得丧气只能去被抗议，从生命中寻找意义，不要那么下意，我的听完诶，会想听完呐！天哪，蛮猛的。我知道这首歌岔路，前阵子他在那个跨年的时候，也有在那个台北的，嗯嗯，市政府广场那边唱嘛。嗯，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像你看，我们 CTO 混了两年，也唱不到跨年。没有啦，没有啦。有一些事情嘛，不好说，不好说。有些事情，把 CTO 那个事情。我是觉得，我觉得第一个，你说唱跨年嘛？对，唱跨年，我觉得好冷啊。人家跟你讲，他心里怎么唱不到？他妈的跟人家讲，好冷，我觉得好欠揍，超冷，好冷。我也想去冷一下，我也好想去冷一下。没有，其实唱这个大场子，就是因为其实以往这样讲好了，我唱现场的时候，其实我一般唱现场的时候，跟我现在就是我的这种感觉，我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现场，就是比如说唱 live house， 比如说在拍 music 那种的话，我会紧张。我偶尔会紧张，一定会的。就是我平常我是不怎么会紧张的人，然后但是唱那种 live house 的时候，其实
我会一点点紧张。紧张原因是因为我怕我没有办法带观众气氛、哦。这个真的是。对，因为我不是那种，我的歌不是那种很 trap 的那一种。嗯、然后就是比如说。可以。对啊，这个很可以带动。是，对啊，这首歌很可以，但我其他歌就是比较诉说型的、嗯。所以等一下也会介绍，等一下。对，大家也会介绍。稍微带一下。对。然后，但是跨年呢，我反而完全不紧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观众离我很远。因为你不小心走上去的。啊？你是不小心走上去的。就路过的时候。路过，哎，有人在表演。我就上一首好了。我他妈上去一下。哎呦，他妈他妈的假的，那蛮屌。而且我有一个问题，像你这种快嘴，要怎么练？有人可能像我洗澡，我也会练好，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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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但是你是怎么把一个字一个字练好？稍微这一集带给观众一下。应该说，我觉得快嘴是一回事，嗯，这一段句子好不好，你快嘴是另外一回事。哦，就是说，因为有些字就是国字，嘿，国文就是有些字其实很难去发音，你连在一起的时候，哦、对，因为像我们平常讲话，可能有些字会连在一起，或是含糊，对不对？对对，对，或是含糊带过、嗯。然后所以你在 rap 的时候，你如果你把那一段特别的那一段词汇放进去的话、嗯，那你可能会把你的习性带到这段快嘴，所以你的 chop 就不会那么明显，嗯、所以才会说快嘴难念，就是你抓不到节拍，是因为我们的习惯问题。嗯，用字问题。对，所以我在写我的快嘴的时候，通常我会先去看说这个词好不好念。哦，就你先写下来，你会先写下来，然后去念，然后发现不行，啊，这都换字。我会换字。哦，对。哦，不错哎。所以，但是你不会去偏离它原本的字的意思。不会，我不会。你会用别种方式去带入原本的那个句子。对、嗯。然后变好念为，所以你觉得是写给一些比较初学者的概念，就是如果今天写快嘴，你要先念顺，如果真的不行。不用硬念，嗯，去换几个字，对，或我觉得换几个字会比较好啊，就是，也是有些翻，你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你在听某些歌的时候，或者你自己写歌的时候，就你会觉得这个字好适合放在这里，对，或者说这个字唱起来就是很舒服，对对对，嗯、我觉得写快嘴是一样的意思，嗯，就是你唱的很快那是一回事，观众听起来舒不舒服，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棒，嗯、像我们上一集那个老板 Jaywin， 我问他怎么做，他说就做就对了，一直叫人家做就对，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一直叫人家做，啊，我那时候想到差不多时间要到了，也不想再问，那个我觉得蛮你认真嘛、啊，这个是不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英文也是吗？英文也是，但我觉得英文的 rhymes 跟排列又跟中文不一样。rhymes 是什么东西？ rhymes 是你的押韵。押韵。对，你的 rhymes。哦，学一下。下次再那个 rhyme 没有对啊。rhymes 那个 rhymes 这个 rhymes 再念是怎么念 ？rhymes rhymes， 因为 rhymes 不对，乱押，这样可以吗？可以。乱押，妈的乱押，一定要加个脏话。对啊。OK， 继续。对。岔路，我刚刚认真哎，讲、欸、一下你的感觉、啊。没有、啊，我在问他英文，人家还没讲完。哦，英文，对不起。哦，英文的话，因为像我写英文的话，我就是比较啊，我等一下有一首歌是里面有一些我塞比较多英文。好，那再听。对，再不能听。事不宜迟，先听。可以先听。先听哪一首？哪一首？Crazy。可以，刚好就是我们顺序第二首，顺、序已经写在前面了。对对，第二首 Crazy。That's the sort of thing that people would do, still do quite frequently when somebody is depressed or looks that way and say, oh, well, just snap out of it. And、then the person feels worse because they shouldn't, they can't. So a lot of people, you know, say, oh, I feel kind of depressed today. Yeah.我被你太多人说不定态度太多疯狂，但现实不断累的脖子压着我们不如匆忙，但将人指着胸膛能竖起干枯锋芒，对音乐的热情终究会被那人最冲掉，不 That's true I got my mind too、huh? That's true 天赋的苦的被的回头轻易散反孤的苦的被的淹得住只在作祟，盲目是我加入，假如做的对，盲目是我想不想往那纯粹，梦境是我依旧的纯粹。They say I'm kinda crazy， 但现在多少人都 feel me， 多少是我能够 free me from the cage， who could bring me back to the golden age？ 不用看那招牌，符合主题 got the base。Wanna 到底 ，wanna 到底 ，wanna 做的出事到底 ，wanna 理想与现实落差到底，该持续开始做吧。想了那么多，那开始做吧，不参与限制，别成为那墨画。那晕染的轨迹就是我期盼能做到，实现梦想过程会被关上疯人，但喜鹊而来了，我是闻到风尘、不是空穴来风，将了暴政观众一起不是白宫
乎别人给的痛苦，是下到最后这你我有目共睹，心不得到成就愿意跟我共舞，然后重复和下乡亲般的相比，尽管嘲笑我的美梦，转上热风在帕拉在作动，这么努力没有改变到底有个作用，不断的不断的落空，一天慢慢来，他们说了考虑别人，但不能慢半拍，趁从小要蜕变，时间抽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卷，但我说的不是未来而现在，但打抱着看抱着期盼满怀着努力，他们的笑还不知道真不如那无间道、I'll start a revolution I'll be fronting yeah， 但我把不可能兑现，转过来 I'll be第一首的那个风格完全不太一样，又不一样。对啊，对，就这首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的，嗯，然后因为但是我觉得跟你自己的那个调不会差太多。有人做这首歌是这个调调、嗯，做这首歌是另外一个调，虽然你的风格不同，但是我觉得你的特色还是在，嗯嗯，我觉得你的没有换，我觉得那个是让人家会记住哦，这首歌也是你的歌，嗯，对，像一首他就做很多，我觉得他的歌算蛮广的、嗯，你看他这一次。去年底去年发的那个，那個对啊，那几首都很抒情，怎么样？嗯嗯，但是你不会觉得他离开一首的部分，嗯嗯，我觉得这就是很难做到、欸，嗯嗯，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唱出来我是这个调调，一般人啊，像我也会，然后现在唱别的歌，我就会换成别人的调调，就因为我们一开始不会的时候，就是只是一昧的去模仿别人，对，其实就是原唱的时候你就在模仿，对，但是像这种就是已经找到自己特色，所以你唱什么就是都是自己的东西，对啊，对，像我刚刚听，我觉得。他 flow 其实蛮多变的，嗯，就是如果你在写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讲说，对，我正想问，对，会不会觉得说，怎么唱好像都一样？那顺序是什么？就是写的那个顺序。你说我写歌顺序嗎？嗯，我先有，我会先哼一个 flow，、嗯、就比如说我，嗯，我想要找一个这样，你会先听这个 beat 这样。没有，我没有听 B。你不先不，有的时候我会自己洗澡的时候，就像洗澡的时候，就很适合想事情，对对对。然后像我。岔路那首歌，嗯，我真的是就是我在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我就想说，因为我原本我那边已经有一个 bad motherfucker that's true， 我已经有这个 top line 了、嗯，然后我想说感觉就是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嗯、然后在洗澡说 bad mother， 因为我在搓头、嗯，因为我在回一直这个动作，嗯、然后想哎、欸、好像感觉就是这样，就是因为重复做的动作，要不要干脆 bad mother，、哦、然后就感觉对，就感觉蛮适合的、嗯，然后我就把它放进去了，然后听了发现说感真的不错，今天是尿尿片。滴滴滴的妈妈飞了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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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可能一个先一个感觉、嗯，然后我会去找 reference，、嗯、就是找 reference 一个 type。可能比如说我现在哼这个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嗯，这个可能蛮适合放在 boom bap 里面、嗯。然后放在 boom bap 里面之后，然后可能写完之后，我就把我这个 beat 交给我制作人、嗯，然后跟他说，你可以帮我重新制作一个、嗯，就感觉不要太像，就是大概这个鼓，然后这个乐器就好了、嗯，然后就差不多就做出这首歌。然后他的那个做好之后呢，再加。再重新再录音、嗯、就录音录进去然后再修改再改对然后再 mix and master 这样子听完我觉得我好羡慕你有一个制作人好像想一想就丢给制作人然后我想一想不知道丢给谁就忘记大家最近一直在被我追进度因为我写歌算快、啊、真的假的你就源源不绝的年轻啊因为我写书源源不绝很屌、啊、我写书还写书还有出版、嗯、还没有预计，老板不知道，老板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有预计啊，就是内容是这跟我之后计划有关，就是先不要讲，还是可以透露，反正就是这本书呢，可能是给我的粉丝福利，嗯，送的类似啊，哦，这个是小惊喜，但是我是到时候卖钱直接不买，直接先帮粉丝要么
福利啊，对啊，不然人家干嘛看？可能还有很多不能透露的吧？啊，不能透露是这样。对，因为我会写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可以做出一个可以 distinguish。就是我跟其他 artist 英文对他啊、oh. 听不懂啊，听不懂。还是他以后讲完英文就说就是什么意思？还有他自己在翻译，就是可以比较做出区隔啊。就是我不想要做别人做过的事情，对，我有点不太爽。就是如果比如说我有想法，结果别人先做，然后就觉得哎，怎么被他做走？那我要想一个更屌的，类似那种感觉。然后反正我那时候会写书，是因为我之后会做一个 EP， 反正这可以讲，我之后会做一个 EP。或是 mini album，就是 either way，然后可能 这本书就跟我这个专辑有关系。OK， 对，然后我可能是写散文，对，然后散文太扯了吧？越听越多，听到好一听，对啊，这个人，妈，等一下这一集结束，我先去尿尿，错了哟。那其实散文比一般的诗简单。我不知道怎么接，没有，因为啊，我 get 不到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因为一般的，像你们以前看的什么杜甫啊、李白啊，他们那些诗里面都有平仄啊，就比如说我们发音那些需要对到，然后比如说四声啊，比如说一什么对那个平仄，因为平仄是台语去发的，就你知道以前人讲台语吗？我跟你讲，你尴尬，就是觉得这样啊，反正那个可以大家自己去科普。然后反正平仄是跟发音有关，然后他们的平仄要对到，就比如说我的上一句跟下一句我的平仄是要一样的。词汇要一样，然后动词、名词那些都要对到，所以其实写那种诗比较难。你平常是很无聊，怎么有空研究那小强？那你想知道我的大学读的科系吗？好，哲学系，哲学系，哲学系。前女友就哲学系。哦，好丰富的一个。对啊，但你怎么这么什么很跳痛哎？对啊，那个写诗又 EDM 又 rapper 什么鬼？你下次会不会开始？我感觉找不到，想不到你做不到的事，找不到 rapper 会在那边写散文。对啊，你说写诗，我觉得好像还可以。Tupac 是诗人啊，但是对啊，我说诗可以，诗跟散文好像又不太一样。对啊，对啊，没有，不是写诗啊，我写散文。对啊，所以我说不一样。对啊，好猛哦。对啊，所以刚刚 crazy， 你说英文，你刚刚不是有问那英文？对啊，对啊，像比如说副歌那个 Take You On The Ride， Make Me Feel Alive， 就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英文的 rhymes 可能是。段字跟段字之间，就是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看过之前 Eminem 说，就是有人跟 Eminem 采访说，有人跟我说不知道怎么用 Orange 去押韵，然后你们有看过那影片吗？超有名的，就是一个 podcast， 然后他就说有人不知道怎么用 Orange 去发音，那去押韵，然后说我觉得那根本就是 bullshit， 然后他直接翻出 Eminem 超多歌都是跟 Orange 去押韵，然后是比如说两个单字。前一个字的字尾跟下一个字的那个整字三连音，就是压一起变成一个押韵。就英文这样，对，它就是你可以去听啊，你可以打 Eminem Orange 就跑出来就有了。对啊，然后对啊，然后就发现说英文写法可能更多变，但是中文不一样，是因为一个字一个字的，对对，一个字一个字，所以我们押韵可能就是字与字之间，对啊，所以才会说很多人押韵，比如说是气声或是哼声，就比如说噔噔哈。跟比如说的的和我的歌那种感觉，就他用比如说语气转换，对，语气转换这样去押韵，对啊，哦，所以其实，所以你的英文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英文就比较好弄，就对，对，比较可以比较多变化，多变化，所以你就是尽量去塞，然后去挑字这样去放进去，什么意思？就是我说你的英文的断句啊，就比如说你像一句英文，然后你是怎么去想的？像有人是。去抄袭人家的，那不是啊？没有，我们他直接受不了，直接走进，没有抄袭，没有抄袭，接回去直接退出 JVC。没有的意思说，比如说你是直接翻，对，你的意思是比较偏向，就是你是怎么去塞那个英文的字？像有人可能是参考别人的、啊，或者说我现在这句话怎么样？但他应该就是自己本身原英文能力是够，所以他对他国际学有什么就写什么，虽然不太懂我的那个。困扰就是可能你想的，你的想法是说哦，我现在想写一段英文，但是我知道中文的意思，我要怎么去把它对对之类怎么去塞？你知道翻进去之后可能对不到啊，你的英文词汇你又不知道怎么去翻，对不对？比如说像对啊，像光 breath 就有很多意思，勇气、勇士都可以，但是你可能塞不进去，你要怎么去换？你有没有稍微可以给大家建议？就觉得。
看有没有写英文的必要性吧。对，所以不会就是你不如不要用啊。嗯、就是如果你觉得很实质的建议，对啊，不要装逼，对，讲你不要装逼。就是如果你觉得不适合，就那就不要用，那不然就加缝缝。对啊，加缝缝就结束啊。讲一讲，然后不知道就缝缝就开始改开车，然后就一直缝缝缝。因为其实像，好，我有一首歌叫做《轮回》。哦，轮回。然后那首歌是，还会自己 cue 流程。对，我自己 cue。其实我今天是主持人。我有一首歌叫《轮回》，然后那首歌是我跟一个香哦，先讲好了。刚刚那首歌叫 Crazy，、嗯、就那有女生的那个，然后那个女生叫 Angie， Angie Crazy Angie， 有没有押韵？嗯，好，没有，开玩笑。Crazy Angie。好。Julie， 我刚被他吓到，他一直不模拟。哦，好。Okay. 然后反正就是。Angie 呢，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生。嗯，就她的，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听她的歌。她的歌是很不台，很国外，超级国外的那種，真的、啊，很空灵。像你知道 Nikki 吗？就是 Alien Rising 的 Nikki。哎，对的，她谁 ？Alien Rising 那个 Nikki， 就是反正就是比较空灵感的。好，真的，我想听诶。嗯，就是 Angie 的歌可以去看。然后我下一首歌是跟一个香港的饶舌歌手叫 Tap。好啊，对，我是觉得你等一下把 Angie 的那个网址啊，或是音乐作品，等一下写给我们，我们在这一期的下面稍微附个链接，可以吗，老板、嗯？稍微附一下，是这观众听一听会想去听。嗯，那我们先听一下《轮回》嗯。你说你这首歌也是跟别人一起唱？对，然后这首歌的概念呢，就更写实一点。反正听完的时候可以。每个人都在扮的扮兽哈，看看迷惘的倒影反射在你镜子里，散漫的样子到底如何到你新世纪，是不是靠你在融入，是不是设计在同步，是不是要举起上天才能看见那远方的同时。 I be walking all these years, I'm trying to push my limits, and there is nothing can hang in my birds of water girding, 小小的屋子不变的骨子，那些来当我的巨人找不到你，紧紧前往挂你要紧张，就是天上万能的灵魂，过了多久爱上骗自己，跳动的目的和到底还有什么呢，太阳重新变出来灿烂的电影，勇敢的 last question， 该如何不让梦成功 ？Just tell me， 真实是否就存在在这世界？你总是没法能够看清有些人的心思。如果风筝停留在相框里面，那就打破所有框架，你才配拥有明天。看不见天，看不见地，等不到风里飞的去，该摒弃态度才能去到目的地。风筝停留在相框里面，那就打破所有框架，你才配拥有明天。思想太过的得力。I feel the sense of 丛林，有六千速度盔甲，动作都被这 tracks 重新，并在万里重影，不管你痛不痛影，亲切的把你带起，话也巧意思，不小心变成去喧闹，不敢喧的腰，不痛不现，只剩热闹，渺小的乌鸦一样黑，干没有不吃鱼的猫，也别去比较，因为人比人会死，保持着低调，能够去让你看到对的事。All day 必须记住我所的错，新的路不休在 falling down， 或许你也会感到了迷惑，曾经的我也听得多也低落，这可怕的就是戴着面具微笑的骗人鬼，明明是圈套却往死里跳、yeah， 世界令我清楚分别，现在我在天上飞，我小兄弟岁月淋漓弯着腰。我们真实是否就存在在这世界，你总是没法能够看清有些人的心事，如果风筝停留在相框里面，那就打破所有框架，你才配拥有明天。看不见天，看不见地，等不到风里飞的去，该摒弃态度才能去到目的地。风筝停留在相框里面，那就打破所有框架，你才配拥有明天。我们真实是否就存在在这世界？这一听就是很叙事的那种，又不太一样的风格。对，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多变化？
而且它的音乐的那个里面的那些内容物、嗯，就一些音效，嗯、真的有轮回的感觉，嗯、像中间的叮叮那种那种声音、哦，我觉得我很喜欢。嗯、对，这首歌是，其实那个时候先讲好 ，Tap 是我的偶像，嗯、就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开始接触比较多就是台湾饶舌的时候、嗯、就其实因为你知道那个中原 TV 吗？就是他们有一次放了一个香港的。就是饶舌歌手、嗯，就因为那时候好像有比赛还是什么的，就是说你有作品投件到我们这个频道，我们都帮你发这样。台湾也有很多人去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叫 Tap 跟 Louis， 反正是他弟弟，就是兄弟。然后他们有一首歌叫 Where Are You Now， 然后超级好听，他们的歌就是 emo， 就是很 emo 的那种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直接爱上，因为我觉得太好听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开始去关注他的作品，然后有一天呢，就是。我跟他在 IG 上，我也会小聊，就是像网友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次我的粉丝去、嗯，他们知道我很喜欢 Tap，、嗯、然后他去，然后 Tap 开直播，嗯、然后他就说去密，就是在下面底下留言说可以跟侯赛合作嘛。然后隔天 Tap 就来找我说，哎、嗯欸、，bro， 我们来做一首吧。然后我就直接飞起来了，就是我是很爽吧，我原地起飞。啊、然后这么好、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我就想要非常认真的去做这首歌，嗯、因为第一个是跟我偶像，对，我跟我偶像做，然后再来是说能够做一首，他说我们做一首比较不像我的风格的歌，嗯、因为像那首是比较 boom bap， 嗯，对，比较 boom bap 的风格，对，那首歌轮回这首歌比较 boom bap，、嗯、但他的风格都是比较 emo 一点的，嗯、所以比较算一个他新的尝试，然后但是这种比较。玩 flow 啊，玩歌词、嗯、是又是我擅长的，嗯、就是我的领域啊。然后所以我就喜欢，我就想要把这首歌写得很好、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伴奏，然后我就传给他，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这个不错，要不要用这个？嗯、然后他说好，直接用这个。嗯、我们那前面大概讨论十几个，就风格取向问题，找了十几个。然后那个时候听到这个轮回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他就跟我讲说，我好像我有个画面，就是我这个画面是有一个年轻人路过一个老人，然后他在跟那个老人诉说他的痛苦。嗯、然后老人在帮他解惑哦，对，他说他直接想要这个画面，然后我就说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感觉有一个好像涛哥就是在问问题的感觉，这么巧、就是、没有，就是有一个画面感，就会有个画面感，差不多是那样，就是差不多的感觉、哦嗯。所以呢，这首歌里面我是扮演就是我刚刚讲的年轻人、嗯，然后 Tap 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老人，嗯、所以如果你们去看歌词，你会发现说我的那段 verse 我写了很多问句。对，然后就连副歌、哦，就连副歌也是，就是说，我问真实是否是存在在这世界、嗯，就是真实是否真实存在在这世界。嗯，然后，哎、欸，等一下，下一句什么？然后 Tap 就回我一句，嗯，你总是没有办法看清有些人的心思。嗯嗯，然后如果风筝停留在相框里面，嗯，然后他就说。那就打不说有框架，你才会有对一问一答的感觉。嗯、然后风筝这个东西呢，是有个意象、嗯，就是那时候我想这一句，就是哎、欸、他想风筝这一句的、嗯。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意象，就是说风筝是有点类似自由的感觉。嗯，但是你有没有觉得风筝你放出去之后，还是底下有一个人在牵着它，牵着它，就好像是自由的，嗯、但好像又被限制住了。嗯。我怎么想那么多？对，所以那个时候风筝被如果风筝停留在相框里面，就是说。嗯你先不考虑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嗯、你被锁在相框里面的，嗯，就是说去，我希望我的观众可以去想这些事情，嗯、对啊，然后他就回我去，那就打破所有框架，你才配有。但是这个如果没有特别去解释，不知道观众会不会可能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听得很累，就哦干妈的，竟然还框在里面，哦干妈的，每首歌每句都觉得就是。喜欢他的人，他会去深入去了解。就像你讲，你说你也喜欢你的粉丝去问你这首歌有什么含义，嗯、他去了解。嗯、但是我知道，对于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听一首歌我就舒服的听完。嗯，对，有一定有人这样，我就好听，你这么有含义，我没问题。他像我哈，就讲我不会这么深入的去剖析那个歌词。嗯，对。那你现在讲完前面这三首，不管是上一集也好，还是这一集，你目前讲这三首，你讲完介绍，我觉得我在听。都是加分，对啊，而且就听完他的解释之后，你会更融入这首歌、啊，对 对, 對，然后这个画面就会整个又不一样，对，就你会更有画面。然后那首歌的是一个 lyrical video，、嗯、然后它就是一个心脏一直在唱，对啊，对啊，我就觉得你们 M 对你的 MV 都自己拍还是自己规划还是怎么样？哦 ，MV 像 Crazy 跟岔路，嗯，这两支是。
可以算是我导的，就是我把剧本给导演，你自己作曲，我自己写，然后给导演。对，我给导演这个剧本。哦，就整个大概的那个框架，整个敬畏什么，几乎是你来想，然后给一个执行人就对。对，说比如说像我这 MV， 我的 budget 是多少？嗯，我的 budget 是多少？预算。然后预算，这个我听得懂。我的 budget 是多少？然后说我想要做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我就会打一个脚本，就说。我现在需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把概念全部打在上面，然后下面说，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个概念，我要用什么东西去当做这个东西的意象，嗯，对，然后像我插入的 MV 里面有模特，对啊，假人模特，很多假人模特，有人问假人模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我说有，也有，对，那是最重要的。像我刚刚不是前面讲说 A 跟 B 吗？对啊 ，A 不是说一个自视身高的心态嘛？对，那么看 MV 里面就是我是那个 A。我一直在摸那些模特，我一直在对他们 rap。嗯，那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好笑嘛，就是很嘲讽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要彰显你很屌，你为什么要跟一群假人说你很屌？嗯，就假人是这个也有对，假人是其实是一个就是我的心魔的感觉。嗯，就是其实我想要彰显我很屌，但我好像又不太敢。嗯，对，就是所以说 B 才会跑出来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哎、那我发现你的歌有共同点，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三首歌。嗯、他都是觉得屌，但是他又被框架，又不太敢跟那风筝有点，所以你的内心有住着这种拉扯的感觉，我觉得有吧。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嘻哈版就是，我觉得是很多就是在写自己很愤恨不平的东西，就怕哎呀，就怕哎、没有没有，我觉得比较像是你写歌的时候要有一种愤怒，嗯，一个冲动，冲、就、动、是嗯，对，要有一个就是你要去质疑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哦，对，或者说，因为我想要写一些会让人省思的歌，因为我觉得我像比如说像轮回啊，我给我很多朋友听，像我有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嗯、然后我跟她很喜欢讨论一些问题，又是女生朋友，对，认真的女生朋友，大家都有女生朋友啊，认真的女生朋友，靠，那女生朋友是刚失恋啊？没有啊？哦，没有哦，没有，同一个人，没有，然后因为。我一开始要讨论我的大学科系的时候，其实我跟他讨论，我说我想要读哲学，嗯、然后他是文学系的，嗯、所以其实我们两个讲话很搭边、嗯，然后那时候我就给他听我那首轮回的歌，他说那首歌还是他目前最喜欢的歌，就是说他里面的歌词就是会让他想，就是说、哇，这个歌词 OK 100，就那种感觉，因为他懂，对、对，就是他会去，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就是说你有认真去分析我的歌，嗯，对，你看你也喜欢这种感觉，对，我就觉得哦，好爽，其实好适合这节目，哦，好屌，很适合这样说，就是把自己真的写的东西告诉大家，对啊，很没有这种机会，就是好好说，对啊，而且会听的人或是喜欢我们节目的人，他听完再去听，我觉得真的是不同的感觉，像你还没来之前我去听，像我就老实讲就岔路。我觉得是我会去听的，嗯啊、如果你讲其他那两首，我可能就比较不会去听，嗯、但是你今天介绍完之后，我再去听，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而且是甚至是好听，嗯嗯，就你听是不难听嘛，但是你多了一个意识在上面，其实哎，这个就是他、嗯，我觉得你了解，像我会喜欢联合公会，是那以前就知道，那个主唱他有一些忧郁症、嗯，所以他唱出来那种嘶吼的感觉，嗯、你就觉得哇，干你。不管他唱什么字啊，万丢出去你会觉得妈的三秒他要挂那种感觉，好难过。对对，那、啊、你这种感觉，我觉得你就会喜欢。对、啊、你有没有还有一首歌？再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这首歌应该是我没有讲 crazy 的概念 crazy 概念 ，crazy 的概念。啊、那你稍微讲一下、可以稍微讲一下。好，讲完来第四首，没有你认真讲，认真讲。好，其实 crazy 的概念就是、是我国文老师给以前给我的一句话。就是我毕业前他给我的一句话，国际学校的国文老师，对我的国文老师，嗯，因为我的国文是修就是高级班，嗯，然后、嗯、所以我很常跟他聊一些问题，嗯，然后 crazy 那首歌其实是来自于我国文老师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我有，就是那个时候他看我就是我读学校那些东西很辛苦，因为我之前还选学生会，嗯，然后反正就是很累啦，嗯，然后我会跟我老师讲说，哎、欸，我功课可不可以迟交一点点，嗯，因为我可能有点赶不完，因为他也知道我在做音乐、嗯，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他跟我说没有关系。他说老师很欣赏你有这种被冷水浇不起的热忱。嗯，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蛮感动的。对、啊，虽然他是我老师，但是我是觉得我是身为他的学生，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就他教得很好、啊，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也很好。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在写 Crazy 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是把他那个概念套入我那首歌，就是说，可能不管是不是做音乐好，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做音乐，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有勇气去坚持。就你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最厉害的。嗯，就是
做不做是一把，是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是一回事，你有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才是真正厉害的。对，能不能坚持下去？所以我才说，Crazy 的这首歌是在讲说，我们都有被冷水浇不起的热忱、嗯，即便有很多人的冷嘲热讽这样子。所以我才有一句歌词，就是进副歌前就说，不是空穴来风，将来抱在怀中，一切不是白宫。嗯，对啊，所以就是给我自己一个警惕，然后也是想要大家可以去了解的。真的是你的东西，你看他讲每一首，他的歌词就自己跑出来，对、嗯，而且他那个段落他都记得很清楚。有些人讲什么，哦，对对对，他可能就是别人帮他写好的，他来唱，他就没有这种体悟，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讲出来我都很幸福。嗯、那最后一首歌，你要不要稍微先介绍，我们再听。好，这首歌呢是今年二月份的作品，然后我是 feature 小派。今年还没到二月，去年去年还活在2020。对, 對, 對，然后反正就是去年跟小派的作品，然后叫 Don't Wanna Lie， 然后是 feature 我跟另外一个饶舌歌手叫 Black。嗯，然后那个时候会做这首歌是杰伦哥介绍的，嗯，哦，对，就是杰伦哥把我介绍给小派，真的有瘦哦，嗯、真的有瘦，然后他很照顾我，然后反正就是杰伦哥把我的歌传给小派，然后小派就说，哎、嗯，刚、欸、好现在在做，可能在做《Don't Wanna Lie》这首歌，然后问我说，你要不要来公司唱一首，嗯、然后就给我听，他就传给我 demo， 然后我就听了这首，然后我蛮喜欢这首歌的概念、啊、他就说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嗯，就是比如说，就是比较像这首歌就是。抒情歌、嗯、，OK， 但是比较讲说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这样子。嗯、好，对，然后要先听吗？可以听，来听一下，听一下。这首歌我真的没有听，我就留在今天 听。对，只是我这个饶舌腔调又跟我整首歌其他的歌完全不一样。哦，又不同风。对，就是可能我那时候饶舌的那个心境不同。So deep in love for no reason 曾为你写过大情歌 721 we met at 5041 and bring it out come on I don't wanna lie when start falling down Cause baby I don't wanna lie But say I'm okay 原本希望你还在想会如此结尾以前的我总是以为的梦想试着弯了鼻子弥补过错哈如今的放下了尊严的说出了真言的不甘堕落哈爱你不管好或坏抱你不管表或菜即便内心的草率也无法阻挡我对你的爱我把你放进心口里面也不想的放弃了你我的未来的安静的默默默默在了遥远的且感激的危机就是我唯一的畏惧根本不想体验哪却记住了几遍都在骗自己我想要把你抱在我的怀里吧道歉说谎是我爱你也让你感受到我在意有比卸下不会一直爱你 Cause baby I don't wanna lie But say I'm okay 原本希望你还在想过如此结尾以前的我总是以为来说声音，我就说哦，对，是他。对对对对，我看脸就想说，哎、欸，对啊，我搞错吗？好像不是很瘦，
对，那个脸跟现在比，为什么？你现在是很瘦的臉，这不是三月应该也是。为什么？没有，因为很凶哎、欸，那个脸。好，没有，这个时候那支 MV 是去2020的2月发的，但是12月多的时候拍的，等于刚好2019年12月多的时候拍的。一年。你那时候比较胖吗？因为我那时候生病，就是这可以讲，要呼吁大家，好，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刚刚讲我学校东西很忙，就是我那时候选学生会，然后。我读的课程也是比较累的，像我数学大考，我们要考三次，啊，好累，不太懂那个概念，就是好讲，因为我是他是修六个科目，然后比如说science 科好了，就是那个 science 科学物理化学那种，对对对，我是修生物，然后我生物我们要考三个 paper， 第一个 paper 是选择题，第二个 paper 是手写题，第三个 paper 是实验题。哦，对，就是类似这种概念，出来就不一样。每个科目就是以此类聚，就是以此类推，就是反正就是很多。然后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不是那种很聪明的，我是那种需要一直读、努力的，要努力。对，我是那种比较后天努力的那一种。然后我所以我花的时间会比平常人多很多倍。然后那时候我都没有在什么在睡觉，然后因为我还有在做歌，就那时候又刚好认识小派，所以我就知道说，哦，那我必须去经营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我也是在做歌，然后那些干嘛的，然后搞来搞去。就是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呢，发现说我耳朵就是后颈这边有点痛痛的，就是我以为是落枕，按还痛还是不按就开痛？就是按了会痛，那不按呢？不按就是感觉僵僵的，怪怪的，怪怪的。长东西吗？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我是不是落枕？因为我睡姿非常丑。对啊，一定多少会。我想到是不是落枕，然后想到我就不管没事。然后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好像没事，只是就是脸就肿肿的。然后就我第三天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说我喝水我会漏水出来，然后我才发现说从哪里漏，从嘴巴漏出来，就发现说哎、欸，我眼睛闭不起来了，就是我面瘫了，就是太扯了吧？对，才几岁耶？对啊，就是突然就面瘫，就是我左半边的脸不能动，就突然间不能动，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哎、欸，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想了一下，然后我就是看一下我这边，然后发现说我耳朵这边。长一些像痘痘的东西，然后蔓延到耳朵里面，然后我去看才发现说我是得那个带状性疱疹，然后它是从我耳朵这里开始长，蔓延到我神经，所以我左半边才不能动，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要不停的去修复我自己的免疫系统，因为我那时候我还去抽血去检查，发现说我的免疫系统，比如说一般人，比如说是有100分好了，100分好，我大概只有30分。就我那时候，我的免疫系统直接爆掉，直接乱掉，爆掉。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任何一个小感冒，可能我都要很久才会好，就会很严重。对，就是代表说疱疹这个东西呢，其实每个人都有，然后只是如果潜藏的，我知道潜藏就跟那个水痘是一样，就是说当你免疫系统一不好，对，它就会冒出来。我一个朋友也差不多是这样，对，然后对，我知道有分严重，有分哦，就是单状性是还好，像我这个就单状性，我现在这里有长这个，只是这个跟我一般那个不一样，这个是因为我细菌感染，就是这几天过敏，然后擤鼻涕擤太多，有过敏体质，然后这样，那擦药就好，我就长很多次，反正就不用担心。不要说我这个流鼻涕，已经好多人讲，哪里有流鼻涕？这里就是白白的，不是抹药啦。然后不要说流鼻涕，谁会叫你流鼻？还白色的，这里灯光会不会流鼻涕？不会。然后反正就是有分单状性跟带状性，带状性是老人家会讲，就是他会从这里开始长啊，他长到背这里的时候你就死掉了。啊，对，很多老人家会这样讲，就是反正就是很危险的一个病，所以要多睡觉。对啊，免疫系统要多睡觉很重要，对，睡觉很重要。其实也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眨眼，就是我眼睛是闭不起。睡觉啊，我没感觉。这样你也手这样睡，你就这样想哈，就这样想。你左半你没有左半边脸，哦，没有神经，你这里动，你感觉不到这边，所以你根本有没有扎你也没擦，我也不在乎，就是我也没有感觉。哦，大概是那个感觉。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复健，就是每天扎眼要练500下，真的。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做不到，超想哭的。就是我那时候扎眼了，就是我现在有时候我睡觉的时候，就是左边眼睛有时候还会睁开，就是因为面瘫没有办法全复。是啊，你没有办法。因为坏死掉的神经就是死掉了，到现在还会。对啊，到现在还会啊，就是你睡觉会长这样。对啊，真的，我是认真吗？认真啊，认真啊。只是可能一半，但是不可能全开，不会全开。就是像我那时候扎眼的时候，一般扎眼不是这样就好了嘛？像那个时候扎眼的时候是，
就要故意大力，没有，就是因为你要用力，你大力你都没有办法扎下去。就是我那时候很用力，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我，可是你看我右边，我就没有办法这样用，因为我这里已经习惯了。对啊，所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会真的很难过，就是干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这样你可以戴银眼吗？我没有近视。你没有近视，但你也不会说为了帅啊什么的，然后戴银眼、戴放大之类的。为什么戴银眼？你有怎么？你有戴放大？我是近视啊。啊，你有戴放大吗？有啊，你看我就戴一普通的啊，我没戴放大。没有，因为放大的比较便宜。哦，我在韩国买的。就是真的，我在韩国买的。所以你不会为了爱睡什么，然后戴一个银眼？不会，不会，就你就觉得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帅。所以那面瘫，所以这反正就复健就会好，这样。不一定，我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去脸部按摩什么那些，然后我是真的每一天就是，比如说到十点，我说好，功课暂停，我要练眨眼练500下，就类似那种感觉。所以你说你那首歌就是在你生病刚好，就是算刚好。但是我因为那时候吃哦，我每天要吃16颗类固醇。哇，天哪！对啊，辛苦了。类固醇的概念就很像蛮牛，你知道就是我懂就会兴奋、就是它会去激活你的神经，但是很不好是说，比如说好人的，比如说我们的神经元好了，就是讲这个会不会太靠北？没有，稍微讲一下。好，稍微讲一下就。类固醇概念是什么？为什么他说很伤身体？是因为比如说，好，我们跑步，我们今天全力跑1600公尺，跑完之后我们是会很累嘛？但是你很累的时候，不是你还是可以走，还是可以喘？因为他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说，你不能用到100%能量，你只能用大概80%、20%让你恢复体力。但是，类固醇概念就是它去让你的80%变成75%或者90%，就你下次全力的时候就是用到90%，对对对。但是你当你用到100%的时候，你就不会留你就没有留给自己空间去休息，你就可能会爆掉，对，会爆掉，对啊，对啊。所以体育系有最了解，对，所以禁药就是类固醇，我们常常讲的禁药，所以就是打类固醇，类固醇就是这个概念，对对对。但是它。你如果你不用类固醇，你这个也没有办法好。哦，了解，就非必要性，对啊，还是要用，必须的啦。然后你吃类固醇就会虚胖。哦，对对对对，就人家说健身什么打会变粗啊。对啊，就是会虚胖。难怪我那时候60公斤，那现在53，因为我那时候想说随随便便啊，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想说，因为我要拍 MV 了，就是其实还没拍 MV 之前我更胖。那个是已经好一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非常认真的，就是我吃东西，我超级控制，还控制，然后身体就不好了。对，没有，我那时候就是我很健康，健康餐，健康餐，哦、健康餐，然后运动，然后早点休息，然后那些干嘛，然后我发现我剪错地方，因为我是想要瘦脸，然后就我剪到身体去了，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我病差不多好，差不多90%的时候，其实我已经56公斤左右了，但我脸还是差不多，就没有脸是最难瘦的，对，然后所以然后到现在就是继续剪，然后就变53。不错，不错，羡慕羡慕。我们聊回歌吧。对啊，所以这首歌你说是谁发想？你刚刚不是有稍微提一下？发想就是这首歌啊，是谁说他先做？小派。然后他就问你说要不要用？他说有一首歌要不要来公司？怎么都这么好，都不会问。所以是唱一次就过了。对啊，他妈的奇怪。没有这首歌我改过。大家都很随便，就谁问一下就唱，那个 type 也是轮回，问一下就唱。粉丝留言一下。改天周杰伦开直播，我就问你要不要跟我合作，我看他会不会按我赞。对啊，怎么都这么好、啊？所以其实运气，我真的听完我觉得你运气也不错。你喜欢做件事，然后遇到老师又对他好。对啊。对，一般我就讲最后一个例子，妈超低能。你们应该我认识很多，我也是创业者，我做足球的。然后我做足球？对啊，足球教练。我踢足球的。真的假的？我认真踢足球。要不然等一下结束去踢一下。要吗？可以啊，我就教。我上次有去踢那个 B Heroes。好，可以啊。那题外话，我讲一下，因为我是教小朋友创业。然后我们大学早八老师超闹，我去了，我本来想说，因为体育系老师很好，他大概都知道我们在干嘛，所以我去讲，我想说我等一下下课要跟他讲，说我等一下就是可能这一学期来，我可能不太能来上课，但是就是期中期末我就会请教来这样，然后反正他刚好那天上课超屌，他就刚好讲，哦，老师也不希望你们坐在这边就用手机睡觉啊，吃早餐啊。我希望你们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好，比如说创业啊，做工作啊，然后怎么样，我可以支持你，我也会让你过。我想干嘛听到的屌就是过了，结果一下课我就跟他说，老师不好意思，我教球，然后就是自己，你不是啊，你这样本末倒置嘛。我想说妈，你刚刚自己讲我会让你过，我还跟他说我期末来我来8次，可不可以？就刚好学习了一半，不行啊，怎么可以这样？我是老师，我想说妈，这样，所以你看遇到老师
很重要，他可以让你去做。如果他今天那个老师阻止你说不行，你要先交报告，说不定你那四首你就少一首，是真的有可能啊。因为你花的时间作业这种东西不可能一天，尤其你们那个又好像比较难一点，对，所以我觉得你的运气也都不错，对吧？对不对？觉得他是我的，算我的启蒙老师。你说那个国文老师？那个国文老师。对啊，真的蛮屌。最后你有没有稍微对今年2021年有什么规划，或是期许？飞天没有啦，我觉得蛮好的，飞天好啊，飞坐飞机啊，对啊，去年都不在坐飞机，我希望可以坐飞机，我也希望啊，我好想，我想去日本哦，我想去买衣服，日本，好，可以，我想去日本买那个买裤子，买裤子，好好讲，还是买夏买春夏秋冬，没有，我今年我昨天才刚好跟我制作人聊，然后就是我今年会可能会做一个 EP。就像刚说的，然后可能散文是一些小惊喜。对，然后就是主要是写书，然后差不多还有一些自己比较一些私人的一些规划。然后看还有什么，就是大概目前计划大概是这样。是这样。对，就是会做自己的 EP， 然后好像是不是有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嘻哈比赛？你说每个年终之类，还是现在？就是那个好像是 NTV 办的，是不是？就是反正就是老板有吗？有哎、欸，老板说有哎、欸，奇怪，怎么大家都随便都知道这种消息哎、欸啊？我都不好熟，反正还做这种节目，真的。然后什么鬼、啊、我有可能去比哦，去比这个节目。然后因为他台湾办的，台湾的，台湾的。然后反正就我想要歌就多一点，对啊。然后就可能挑在比如说节目播完适合的，对。然后可能是节目播完之后再 drop 那个 album 出，对 对，差不多是这样，这样差不多时间。所以前面的时间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是酝酿一下，多做一点作品。我觉得多做一点比较适合拿来竞技的歌，真的就是这样。尤其是现在内地有一些有几个节目，其实说真认真，我们应该看久也知道，那些歌手也是累积的这个作品，然后到了适合的场合，给他套词也好，或是拿出来用也好。本来就是要这样，但像这种歌就有些就很不吃香，因为有些歌好听，但不一定拿适合拿出来比赛。对了，对了，对啊，对对。像他讲了，他可能要准备一些就是适合比赛。比赛哦，那蛮屌。那最后我们节目，我们有那个就是主持人给你的评价，我觉得这是我们节目最后都一定要，因为我们算大众啊、哦。对，然后我们每个饶舌歌手来，我们都会跟他讲，我们听完你今天的歌或怎么样。给你，你在是不是看我的手？对，我就知道。你的手势很多，我也这样觉得。对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就是、我之前有遇过一个老者歌手，是一直弹声，然后头会动，都有。对对对，都有。对 对，坐在旁边。对，好，你先讲。听完今天他的分享，还有他歌，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就是没有想到一个19岁的，就是这么多东西。他很敷衍，他很官方。对啦，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对个屁！对啦，你要chill一点，我们是chill一点。好啦，我就觉得很好坏，你要都要讲啊，期待。你要说评价，要说好跟不好。对，没有就稍微讲啊，比如说你觉得他真的是歌好听，但是我觉得啊，或者是你觉得都很屌，那当然没话说。我真的觉得都很屌。对啊。就新生代嘛，就觉得很厉害。真屌。那我换我是，我觉得我今天看完，我觉得你很适合跟一个人，那个就是合作，就是上一集的阿选，我真的没骗你，因为他唱的是凶的，对，因为我刚听到你二三首的跟人家合作的歌，就他阿选可以唱 hook 吗？对对，我觉得他超适合，因为你的是凶，然后他的是变态的声音，我觉得加在一起已经有一种异常的chill感、哦，我觉得我认真觉得，我刚刚光听 crazy 我就觉得，因为你这是搭女生，虽然那个 Angie、对 Angie 唱的很好听，但是我刚刚一直想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如果今天你可以跟阿选合作，他的那个不一样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很多都跟就是男生唱 hook，、然后女生唱 verse， 男生唱 verse， 男生唱 verse， 女生唱 hook， 就是差不多是主副就是这样关系，但是我说如果今天。不一样，两个都男生去唱，对的，像我知道那之前节目很红的咖啡壶、对的，配上刘聪，配上王以太，他们那种声线不一样，一个是很粗糙，配上一个细柔、我觉得男生跟男生的声音，是现在新的吃香的东西。我自己啦，听完，因为技巧不用我讲，我觉得以大众我会去听，而且是好听，尤其今天介绍，尤其岔路，我都觉得太屌了。但是我觉得，我以合作，我想要给你的期，我自己的期望，我也希望你可以
找男生合作，我觉得这是我的建议啊。今年这两年来，男生跟男生的合作的声是最棒。好，今天谢谢你来。那我们最后就要挑一点的再见方式。今天是你主持，你给你决定，我们要怎么结束今天的这一集？不理。Booty， 好，刚刚想到 Booty， 他刚刚听到我们第一集，欢迎第一集的 Booty， 好了，不然我们等一下就是站起来对屁股摇晃说再见。好，先不要 Booty 啊，不要有红包啊，有红包在那边 Booty， 好，那我们就直接说再见就好。哦 ，Yeah man，Sorry，Yeah，To get lucky，、okay.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谢谢。哎、啊，你要讲要接啊，谢谢谁？忘记人家名 ，Jose 啊 ，Jose 啊 ，Jose 啊，我觉得太丢脸，对不起。Jose 啊，一整集录完，我就知道你忘记名字怎么念。你刚刚是自己你忘了你才 cue 我的。我真的记得 Jose 啊，因为就跟我的西班牙语 Jose 很像。好了，我们今天谢谢 Jose 啊 ，Jose 啊，谢谢，拜拜，拜拜。而且是 Jose 啊 ，Jose 啊，对啊，是 Jose 啊，被你念一个变 Jose 啊，好难听哦 ，Jose 啊 ，Jose 啊 ，Jose。